等等。谢谢师傅。轻轻跳进夜里小酒店，捧着梦里甜美的相见，月光打在这想念，清风过花瓣缠绵红了脸，安心这如烟。关主大大又买了这么多蔬菜类的保质期应该差不多只有十天吧。他买了牛肉和洋葱，不错，果然啊，炖牛肉和洋葱是精髓。两个能够吃到一起去的人，才是交往的第一步。9月3日之前，建议关九大大做一顿番茄炖牛肉。周一要自然的在办公室跟大家说各种好吃的鸡蛋烹调方式。9月10日之前，要再提醒一下关九大大，把冰箱里的鸡蛋球。关九大大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一定不会让任何食材过期的。不知不觉，何时已沦陷。